明天5月4号，加州的 AB2223号法案也要在拨款委员会进行表决。再来回顾一下， AB2223号法案是一个允许可以杀死已经出生的婴儿的法案。杀死出生一个月的婴儿，不会有人调查，没有人会要负任何的责任。请大家拿起你的电话来拨打以下的号码，来反对这样无耻的杀人的法案。有时间的话，这些电话可以一个一个打，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拨款委员会的成员，明天就是这些人要去投票的。告诉他们你反对这个法案，让他们在投票的时候投上一个反对票。那这些电话呢，我也会放在下面的信息栏当中，欢迎大家转发，呼吁大家尽快的打电话给他们。